哎，哎，老大。老大。我们这一期的课程的学生哈、哦，经历了有趣的事哈、哦。啊，沙龙国呢，跑进来办会啊。这个我火啊，在里面。不是我们的事情。你问我，我问错人，我不是中华民国政府。你问我也不会有答案，对不对？你要问就台湾民政府要做什么，不是问中华民国政府要做什么。而且中华民国也不是政府，它叫做台湾当局。上次都讲过了，它是台湾 Authority of China。他们也写得很清楚嘛 ，China。所以你脑袋要换，你们上我的课就是脑袋不要换掉。过去中华民国给你改一条龙去给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人知影吼，你永远走袂出来。所以讲吼，来，哎、欸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要帮我弄一下啊，要帮我这个按不下去了。好。嗯。帮我设定。好，可以的，有在动，有在动。啊，再复习一下礼拜五，礼拜五晚上。开幕的时候讲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对不对？全世界只有一个台湾，唯一合法代表台湾的政府，我今晚要进步，要台湾民政府，啊，这已经出来了嘛，这国际上都公认的事情。哎，只搞这两个揣着那个许工，哎，他够去签，去签到底签什么？干嘛揣啊？因为这是南海岸的问题，哎。我还是用。还有第三个。好。控制权这边。好。哦。你现在从那边控制的吗？来，听我这边，那边是从那边控制，你帮我控制的是，这遥控器没有用的。可以用。可以用吗？可以用。真有。现在这个叫做中国台湾当局，台湾 Authority 的权利，叫当局啊，当局跟政府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次的每一次我在跟媒体讲话的时候，我刚才讲说，最近不是媒体问我吗？啊，对，就是放火事情怎么处理？我这事情很严重，放火不是开玩笑，不叫抗议，放火叫接近恐攻的状态，这不是等闲视之，比台湾当局要好好处理。你听得对？哎，什么叫台湾当局？哦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来，待会再讲好不好？我上课的时候。因为我容易受影响，来，那个台湾当局要好好处理这件事情，这也是你们的责任啊。台湾当局是什么东西？贵体人讲台湾当局都是从哪来？台湾关系法底下的台湾 authority， 我以前只知道这里，还不知道它全名是什么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台湾当局原来它的全名叫做台湾 authority of China。也就是在台湾关系法，美国的国内法、台湾关系法下面设了一个叫做中国台湾当局，把它规范在这里面。它是中国台湾当局，但是被美国台湾关系法规范下来的单位，所以我们要求它按照该有的法律，或者当初在 TRA 里面叫你做的事情，你照那个范围做，不要逾越这个氛围，逾越这个氛围就做了。很离谱的事情是什么？他过去这几十年来做了很多逾越范围，逾越这个中国台湾当局的范围的事情。什么是逾越台湾中国当局？中国台湾当局的事情，比如说成立国防部，你是台湾当局 authority 不能承认 Department of Defense 是不可以有，而且成立国防部因为对台湾人征兵，那征兵前面说因为我发你身份证。可是身份证本身叫做国民 ，nationals， 不是 citizens。citizens 是公民，公民可以投票，公民可以做。可是你台湾人不是他们的公民，我们不是 Chinese 的公民，不是 China 的公民，也不是 Republic of China 的公民。我们是 nation， 因为被你占领。可是你占领不可以改变当地的制度，不可以改变当地人的语言，不可以改变当地人的真正身份，不可以发他们护照。也不讲，唔对，但是拢做甲到诶。
不光是改变语言哦，整个教育系统把它挖掉。所以我现在讲台湾史记嘛，就在讲这件事情。台湾过去两个主轴我们抓出来，一个在法律上台湾人的地位什么，一定要台湾人讲，但是台湾人看他瞪瞪的来，啊，我们怎样够钱的来开关？就台湾人对整个历史的认知是错误的。台湾人对为什么对历史的认知是错误？因为中国人改念改坑的，主幼稚园开始改教材，教到大汉拢教了。就我秘书长们讲法，叫毒苹果理论。为什么会毒苹果？毒苹果啦，另一个是不倒呀，就是一片土壤不倒。你若土壤不倒吼，看他西门行都未起来，那有动啊？现在知道吗？只要你土壤有毒的话，啊，怎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土壤都变到乌掉咯。这物件拢对头来啊，从头开始做起。挖30公分的土壤整个挖掉，台湾的顶管的土地30公分都挖掉了，因为全部毒，什么毒？中国毒，中国的毒啊！上面有人在撒农药，我那时候讲，美国农药，中国毒，中国的配方，那个农药配方是中国配方，美国在台湾这上面撒的农药。跟农药成分是中国配方，啊对不？所以你来电拢是中国人物件，甲咱主持人驾驶驾到。但来电也有个童星我认识的，学历很高，他个博士啊，美国名校毕业的，建中台大一滴起来，他把你听就懂。可是伊更加讲出水物件，拢中国一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搞学习啊。啊，阮即个慢慢读册，迄中国册拢捌，拢袂记了了。但是记得足好个啊！啊，伊若记无好，伊无可能考到建中台大。考上建中台大都要满分嘛，每科都要满分嘛。啊，包括中国历史、地理、国文都要满分嘛，对不？因为国文啊，都要考满分。啊，考满分，来讲，你若真的不相信的话，你很难考满分。你等于在被人家的刚骗的物件，你能考到满分，你嘛就搞个了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他要真的相信才做得到。所以这些人被进来我们的民政府，所以我那时候刚开始觉得奇怪，那哪地来哦？又好像从就什么建中、台大、北一女比较不多了，是有数量，没有像我想象那么多。原因现在知道了，你如果要读册，你也中毒入侵，啊，你被造出来入困难，因为你每次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你把中国一头过来搬出来。虽然他理性上知道说，按照法理台湾绝对是属于日本天皇美国建立，但是你出准备 refer， 你参考像那种些资料来获得中国人的资料，对，很困难。啊，这个我讲，这代人都问题，啊，愈未晓读侪，愈好愈方便。历史地理读愈快，就越容易跟你讲正确的历史地理。哦，安尼安怎出来？啊，有的台人看到这三张牌，搁看无，啊，搁想讲这白大，哼，白大，你不搞怪，我家用的字体字型都这个比较小啊，能够叫政府的只有中国这个叫政府，台湾这个台湾民政府叫做进户啊，进户也它在叫做 authority， 当局或者给你权力 authority，I authorize you， 我给你权力做什么事情。在冲个较清楚，台湾人知啊，红牌啦，迄两张拢是中国牌。你莫想讲迄是台湾人去做台湾的总统，无啦，你去做台湾当局的那负责人。你不要以为选了蔡英文当总统，你台湾国去骗一届。中国人生两个中国牌，玩两张中国牌是中国人劣势。怎么说？为什么两张中国牌是中国人劣势？你明白？他这不是把。现在中华民国村的剩下的领土，它可以控制的就两个地方，叫做金门跟马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哦，啊，金门马祖当初不是打一仗吗？中国下面把金马祖打下来，823，他们号称啊，以中国的实力哦，他每年打一次，中华民国走对接金门马祖一点毛病，小镇不会不见，还保留在那边，因为中国要保留它嘛，伊若要吃那个不爱吃，啊，小镇保留它。保留中华民国还活着，
这个名称上活着，但是没有能力跟他打，保留这个，要两张中文。为什么要保留这个？因为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这些人，每一任的总统都在讲太平岛是他的，南海是他的，上面岛是他的，完全没有根据。但是他一直要这样讲，他这样讲的话，中国在熬扁担，然后啊，一旦美国真的承认这个政府是存在的话，其他地方所宣称的领土，迟早有一天都是我的嘛，他就是继承嘛。所以那时候中华民国退出联合，不叫退出联合，被因为代表被踢出联合国的时候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件事情，把你在各个国家上面的大使馆全部收编，对不对？土地都买了，因为他就是继承啊，中华民国死掉了，他就是你两 K 啊。但他可以留一个钥匙过河一个总，两个行珠白海金门马祖那样，为了是以后可以把南海这个地方吃下来。啊，美国看在眼里，他说马赫啊，所以叫做美国的模糊政策。模糊啊，你要跟我生煎，我就陪你玩啊。你把中华民国当真，我也把它当真，按好相框，这来内雄欺善不倒。他演了七十年，他台湾人受了中国教育七十年。你明明是本人，要取得中国教育，我讲中国年轻人的家，你吸他的、喝他的、长大的过程，拢是中国元素，全部中国元素。我以前讲来到台湾做几项代志，起城、起庙、抽水、贪污，迄几项，迄是国家时代大清，但是到后来做啥？你叫伊拜爷神，叫伊拜爷神，啊，讲伊的话，这三项就把你台湾人拢统治起来。所以我一直讲，你连新竹乖啊，不要搞错。家里那个什么来台第十七代、十八代、十四代都可以丢掉，因为你来去拜迄中国人做你的祖先，你都不做，对不？我一直讲你不当祖先，我你四百年来，四万年以来的祖先，四万年来。有四百代、五百代的祖先，你买，你去捡中国来的，十几代，台湾是够够贵，有够凄惨，有够无友好，有够不孝你的祖先。你的祖先，我跟你讲，真正台湾人爱拜，真主拜的多。记你的血里底啦，你的血液里面有 DNA 啦。所以 Dr. Spencer 讲过一句话 ：The greatest history ever written， 最伟大历史故事写出来是什么 ？It's in your DNA。我都骗你，你老你媳妇顶管老外过，就是你的亲祖辈，你都对呀，你知你的祖先对到来，不是中国人用讲的，用骗的，你把你套在你身上。啊，台湾看起来科学证据了，我都承认，啊，我都承认的话，讲问题就出在你三代吃野丁啊，树叶拎大的，你没有其他选项，现在是正常的牛奶给你喝，毒牛奶不给你喝的时候，你还不高兴？感觉我管你高不高兴的，啊，你不高兴就算了，你就跟着那个时代离开历史。我们可以从台湾这块土壤里面，但在规范四五万人，重新再建构台湾新的台湾，真正了解历史，了解台湾是怎么来的，真正守护这块台湾界斗，修火箭，重新来建构新的台湾。我这个台湾人国情啊，因为历史这种东西，就像这次法院判决。啊，那边人在火外面抗议有什么用呢？放火烧有什么用？改不了历史上的事，改不了法院的判决嘛。国际法也会因为你人家办未修，啊，就行到有功，啊，你无安尼，我尊都好，你贡献拢好，无一个代志啦。你以为打了飞弹有用吗？你以为派了一个补给舰跑到南海就有用吗？啊，我你做较规矩啊，海军陆战队也送上去，上面。上膛嘛，真的炮弹嘛，真的去南海打一下，后段你做看麦，那么当局的责任就很快就来了。哦，啊，台湾人就是都在创个较清楚啦，结果迄两张拢是中国牌，这张才是咱真正正当的台湾人，要进步，要台湾民进步。啊，叫做民进步积极，你们就要知道这是在战争状占领状态，也可以讲战争状态没有错。所以以前我们上了一条课叫做战地政务，给我们教练说来你要做什么事情，
你现在是被占领状态，你是怎么成立你的法律？你的法律的管的方法跟平时状态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今晚被攻击的时候，台湾还是有刑律之比，因为我们回去是战争状态，战争状态就该会给咱自然权去哦，对，戡乱时期上面条款啊，马修洛啊，对，军法审判啊，外国几乎等同就是那个意思，就回到美军占领状态。那如果占领状态的时候，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就有两个政府了，哪两个政府？一个是美国军政府，一个是台湾民进户。你不要以为只有民进户而已，民进户的后面扣刷一下，一个军进户。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讲这么久，中华民国的法律的对完全动不了台湾了？台湾民进户，因为是美国军政府底下的民政府。这次在 G7 杂志上面又跑出来，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刚刚台湾人看我，全世界有领袖一看就知道干嘛，因为一旦叫 Civil Government， 就完全按照战争法，就是美国会恢复这块土地的占领，恢复了，不是说恢复，应该说本来就是，只是现在 reveal 出来给你看得更清楚了，他一直都在占领状态中，但是以前模糊政策不跟你讲清楚，现在讲清楚，讲清楚台湾政府。浮出台面给你看得清楚，而且加上国际认证，啊，国际认证这只是偏向台湾政府，还有一个在这上面的治理当局没处理清楚，就透过南海岸把这个中国台湾当局给他浮出台面。过去让你啊，你现在高山鸟还是便宜，你话想弄好了，护照你弄国别乱印嘛好了。我那时候不讲说起中华民国护照的底，对不对？起他的底的结果是什么？他根本没有资格印护照了。他的护照最后一页里面那个十环根本不是他做的啦，他也没能力做啊，美国也没授权他做啦，教育说啊用新加坡的看法来印这个东西，不好笑啊，个笑人比赛国外国家，结果你用人家的看法在做事情，印你的假护照，到底谁是诈骗集团？都没有追好台湾时间嘛，我起码再讲另外一个东西，这个 review 一下哈，我们讲都是部落形式哦，看教练比较西班牙哈，阿尔来产生很多资源回收了，资源回收可是每天吃饭睡觉唱歌跳舞，顺便玩，有今晚跑快一点下来，哦，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是谁，就是个奴隶，奴隶的脑袋里面没有历史观念，奴隶一旦看，干嘛跑进另外洞，阿康你怎么知道？为什么每天吃的饭是主人给他的？一公论没历史，公哇有什么传承，有什么历史？没有什么伟大历史，因为共享阶级，因为阿公啊，老爸老母拢嘛是奴隶，我规个代拢奴隶。我刚才我起码熬一顿饭得倒还是好，那叫做奴隶的思考。但是咱在这土地四百年，那个传承是优秀的，刚好到底多难呢？那以前不是奴隶，后来变奴隶。金马国家特别，我们现在老早就脱离部落形式，金马国家国家高级的身份，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。过去是奴隶，现在跟你冠一个皇民的身份，那位置高起来了。皇民，你不觉得哦？因为你被丑化，皇民这个字被中华民国的中国人欺负过。哎呀，他搞不清楚啊。啊！伊甲你丑化，你台湾人，你真正会感觉丑化，感觉见笑。咱过一个市场，感觉做黄民就见笑。啊，拜五就甲你做阵就见笑。你若感觉黄民做黄民就见笑，你啊拜五就甲你做阵就见笑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黄民是真正互咱见笑，叫互咱是中国人是互咱见笑，叫我黄民是理所当然，因为你本来这块土地这样。所以讲到这边，讲到另外一个重点，台湾建构主权是在日本。大日本帝国的时候建构起来的，然后最后签名盖章盖印，南海这个问题后面的主权关键点在1945年4月1号，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台湾这个动作，他就把整个变成国土的这最后的印盖下去，实施宪法在台湾表示什么？从此以后台湾是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。这意思就等于好了，这个结婚之后签名盖章，加上法院认证，
啊，规个酒席让大家吃哦，就是安尼哦，走袂去的，啊，拜你就是，伊就是你翁，你就是你某，是这样。啊，台湾人身份就确立已婚，已婚照他都甲人要求啊，照他都甲美国要求，讲，欸，你搞这样，但是你袂使移出来住啊，用骗的嘛袂使，用骗的你就是违反了战争法。我们拿这个 ID 就在证明这件事情，证明我们的身份。哦，阿公的 Z 牌，我们讲到这个，这个就有趣了。我讲，就假装来讲这个哈，统治的手段是宗教元气是，你今晚台湾人因为每一项物件拢有道理，这三项拢有道理，拢对中国来，啊，这是台湾的历史，安尼知影吼。四万年前到即阵，伊都安尼，啊，这是永久性的系统转换，啊，这是余力，爱在内底顶管台。撒农药，撒美国农药，中国偏方，啊，冲到台湾都搞不清楚，啊，有一群台湾余力的走去选中华民国总统，啊，即摆在土黑乌雕，对头来，在以前的高级班，我讲过一个概念，叫做文化，身体文化 ，culture， 文化是啥物件？因为即摆一个台湾人感觉，欸，这文化袂使就放散掉。但是问题，你台湾讲的文化是什么文化？我就讲台湾文化是啥，讲袂出来，讲袂出来。你讲的建讲的嘛是中国人的文化，无一项是台湾人的文化。真正台湾人的文化都在咱高山族内底啊，干老的遐尔，爸母做老老早就无去，西来阿姨遐拢无去。文化是什么东西？本来较早这个字 culture，cultivate 就是对土内底。不然投起来普通的泥土，啊，你种什么就吃什么，哦，来电来个不含饲料食含饲，不活啊就食活啊，啊不食材就食食材，有啥物食啥物。但是人吼、哦、慢慢过来，感觉哎，安尼不够哎，营养不够，菜色不够，他、啊、就开始调配，调配配方到最后，地就生产出各种各样好食物件，水果、果子。各種都有，啊，大家吃到很高興，那叫做 cultivate， 就是 agriculture 的 culture， 但是這 culture 本來是農業，後來這 culture 就改變變什麼文化，為什麼農業會變文化？趕快，文化也是在人當中長出不同的東西，把它調配配方，但是你在調配的過程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什么事情？选择，比如说，啊，你如果长出不好的，我不要丢掉；啊，长出好的，哎，这个好，留着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不好的，丢掉；那个好的，留下来，啊，再把它弄得更好，那就是文化。文化如果越来越好，那才是好文化。文化如果越来越烂，像酱缸一样，那是越来越烂，那是烂的文化，是世界的赌场，连世界上的人都要把它去掉的哦。起码在台湾的这个中国文化，就是连中国人都不要的文化，在台湾，你们听得懂吗？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就是说，除四旧啊，打倒孔家店啊，跪给中国人弄个，冲到那密密麻麻的，跪啊千年来这款物件，居然跟着蒋介石的部队来到台湾，啊，甲这套中国人拢玩物件，来笨手笨咧台湾。我规台湾拢是毒，啊！你搁饲这大、食这大汉，搁去飞，啊！你若考试考袂过，表示你食的中毒不够深，你还进不了台大，进不了建中、北一女。那中毒够深、够彻底，我就会吃香的喝辣。就是安尼啊，即摆行动来啊，军工教育机关考试就把考的人啊干死，伊再有法度继续饲大给咱的下一代啊！啊，你又花钱去补习班再去补啊！什么中毒不够深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那人就可能每天就是无眠无息。你去看美国人小孩怎么上课，你去看欧美国家先进国家。所以我说这些毒来到台湾，我起码都够了，归抓乱欧标，重新来过。所以之前我们有些课讲的完全的脱然入耳，基本上够老早怎样？他明治维新的时候就知道说。以日本当时喝到黑拳的状况，发觉人家西方已经进步到那种地步了，爱家搁伫咧收着较早中国迄余毒，还搁想讲迄叫好，
无法度啊，所以完全日本天皇全部全盘吸收。所以起码跻身的国家，唯一的亚洲国家就是日本了。中国是绝对无够格的。啊，日本是唯一跻身的国家，表示它已经进入先进国家之列，玩的是世界的游戏规则，制定的是世界大家一起遵守的规则。当然，今晚有这个机会哦，不用当奴隶哦，不仅不当奴隶，一下币都出完去了。然后这机会哦，你把握得下来，你吃得下来吗？你有够格你也吃了无？你干嘛要中文啊？你叫我讲台语啊？你台语嘛不是台湾人语言，你知道吗？你嘛对中国来的啊？咱台湾人应该讲什么话？讲自己啊，讲英文啊，那个是我们应该用的语言啊。我们的文化应该是这两个啊，先进文化，不是这个落后文化啊。不好意思哦，当我们在设计这个，我们当初早期进来台民政府，我们设计课程就是一个我们最大的 concern， 最大的担心的。啊，这点台湾人是别那个急啊。啊，阿兰在这几个啊，几个讲师呢？我们课程要怎么设计？我们中间很多觉得不错、很有学问的老师下来了，发觉一听也就不对了，连他讲的中国的、讲的台湾史都是中国元素，就干嘛这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即使有学问的哦，博士以后教授你在堆里面下来了，把什么给报？真正搞清楚台湾历史只有这么几个，但这样目前的讲师。还在积极物色中，那这样的人需要怎么样？要有远见，对台湾整个历史的脉络要很清楚，才真正的替台湾人聊得对的配方，也让他未来做衔接。那何不阿伯伯阿德啦，你只是再怎么做都是跟过去衔接，没有未来。台湾未来已经过化出来了，哦，一定要挥出来。就这样，哦，都包括这样哈。那台湾人要做什么事情？在这个文化，我刚才讲说文化的形成过程，但基本上文化都不对，要去掉。其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台湾人还想保留说，哇，过去那努力那么多年，难道是假的吗？对，是假的。当然，怎么从这样的状况之下掏拔出来，要做几个基本动作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承认什么？承认你现在是受骗的状态，二个命。那个命就承认，我承认啦，认罪啦，我承认，咱台湾人目前是在被中国文化所欺骗的状态底下。你如果这个不承认哦，阿个西洋女追黑哦，没比你公公比我高度我高，永远走不出来。就好像那犯罪的人啊，他法院已经把你定罪啊，还在那讲我都是无罪，法院定，警察来跟你讲。他说给你供，他对着媒体放话，不会改变任何情况嘛。就像今天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也可以讲说中国台湾当局，法院都判下来讲了你十几次、十三次的中国台湾当局，你还可以否认，否认也没有用啊。你媒体这边否认是对着台湾人否认啊，继续骗台湾人啊。你对国际发声看看，说你不是，人家不会把你当一回事，你就是那个名字，那他就是你，你就是他，定位完成。连中国拢知影你这底个，迄个姓曹一个评论员，哇！你即摆上爱烦恼是这啦，因为你名叫用定位啦，就是中国台湾当局啦。啊，对台湾人讲，因你认出来，啊，你还阁继续要甲白哦，所以你必须要承认，你即摆是台湾人，即摆是被骗的状态。第二个，台湾人做什么事情？找回你的祖先啊！去找你的，你的祖公祖孙连队啦，恁祖妈连队都在找的啦，不是去认别人的啦，不是去拜人家的祖先啦，把你这四万泥衣啦，这祖先这条路先找回去啦，找回原来路啦，找到了以后做什么？跟他说 sorry 啦，跟你的祖先公对不起你啦，过去去拜唔着人啊啦，起码多多人给你拜啦，我做对去做唔着，拢给你承认 confess， 最后一句话叫 confess。我承认我有罪，逼造逼回，好吧，这是最基本的动作啊。第一个，必须要承认你是被骗状态；第二个，找回你的历史上的根。啊，最后他被说我做错了，
啊，这三行你做到了，你就有可能走出来的机会嘛。美国哈、哦，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做《Root》，跟也比过美国啦，哈、哦，因为在美国太多代，日子过得太好了，以至于他忘记他的根从哪里来了。所以一套连续剧在追他的根，追到非洲去，对以前那好非常两边做努力，对吧？身体比较重，比较健康，活得下来的才可以去那边。男的女的都靠，可以让他美国去配种，所以他们现在追回他的根。哎、欸，人都要追根啊！刚台湾人外地追他的根，很奇怪啊，追到别人的根去。今天哈、哦，除了讲这个，还有几个观念呢，就是我一步一步把加深台湾人对于被国家代志，这个讲过嘛哈、哦，有头没有头的，那叫那无头的人跟动物一样，啊，恁来是要甲你争头。装头上去，装了头之后才知道自己是谁，装头之后才知道是非善恶是谁。今晚好了，我别插嘴了。哦，本来想好啊，日子好好过啊，有厨房嘛，有泡姜拿晒啊，你还求什么？这个人讲要爱这啦，啊，咱有头人要以后要来统治台湾人，要来带领台湾人行出去的人，袂使安尼啦。哦，还过去未？这个人去对外国家生存。哦，全世界去移民都 OK 啊，当地就是替当地政府做事啊。美国是最大的资源回收国、啊，全世界的资源人，他优秀的招一笔都可以啊。第二点，博士啦，第二点，博士后研究啊，啊，在那边效忠美国啊，因为他换一个头，就可以继续活下去啊。没有头啊，就到那个地方，到全世界各地都可以，因为才能。我跟你讲，不是刚才那张这个嘛，他是 Superman。他是超人哎、欸，每个他哎、欸、能够飞到美国去当自由回收人是超人、欸，对不对？你托福要搞不过啊，对不对？你托福要搞高分啊，英文要好啊，啊你的学识要比人高啊，学历比人高啊，能力要很充分啊，就是超人，超人才可以去美国移民啊，啊不是超人就到其他落后国家去移民、啊，对不对？不是超人就到中国去移民、啊，对吧？啊，这其实上好自由回收人嘛，就生来为奴隶的人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没有史观，也不需要传承，因为从奴隶眼中看这一生，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引以为傲、值得纪念的事情。没有计划，也没有未来，奴隶根本不需要计划未来，未来掌握在主人的手中。没有主人的同意，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的奴隶，怎么往前看？因为双手捧着的那一口饭，就是活下去的理由。所以奴隶们总是告诫他的后代说：“想他这边冲下，一旦家小心灾，小心。如果要把他眼前地上那碗馊饭拿走，换成桌上一盘龙虾、海鲜、开胃菜，加上一瓶法国香槟酒，他会拼着老命冲过来咬断你的手。”当然，今晚目前有些呢，那边有后鼻也给他搞，他习惯吃动物食物，习惯吃中国人喂给他吃的。要给你高尚的地位给他们，因为你位阶就是这么低。啊，这个还有一个严重，就是种族灭绝。在这之前讲过自由、幸福、快乐的话，啊，这都回复我们之前讲。啊，民主也是他们继续奴役台湾人的一个方法，我讲过了哦。这个观念要不爱我哈，上面观念完全没够，存在感 ，sense of existence， 你当时怎样你活着，你当时怎样家己活着，你当时你出世以后，我跟你讲，当你开始吃妈妈的奶那一刹那，你就知道自己活在世界上，为什么？开始有参考点。你刚出生的这样，八度腰，好，妈妈给你起名，哦，可以这样，他对妈妈，比我妈妈低，啊，你开始确定自己存在，那叫存在感。他接下去兄弟姐妹跟你揽杯胜，哦，多几个参考点，再来爸爸亲家朋友来，那主持人安尼好好大汉，你那外公存在感很强，
我知影我存在，啊，有存在感应该就有自信，就有自信，有自信的人怎么样？学习力就强，学习力强的你就更高嘛，对吧？啊，拜来贡献给社会。但是如果另外一种情况，主持人出事，啊，到以后用圣水杯点，啊，不用点水杯，你哪惊着？这是什么状况？我来到世界上怎么这样被对待？啊，过去哦，在幼儿园里面，我经常去幼儿园带那些小孩子，给他带吃的、带喝的、带他们玩。啊，每次在大家玩得很高兴的时候，就有一两个小朋友就躲在桌子底下不要出来。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样？后来老师跟我讲，啊，你们看到你们受虐了，就邻里个大汉，邻里大汉的吼，就很低的存在感。所以当你要接近他的时候，我会比的，我还会怎样比的呀？所以继续吃哦，他嘴巴继续吃糖果饼干，很高兴，可是就是不要让我知道他存在，很低的存在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当他在形成他这个人的存在的意识的时候，被否定了。那个贵台湾贵台钱，我台湾人霸你，你讲台湾话就让你丢霸我给你好听，对不？当台湾人在形成最基本的存在感的时候，被否定。我当你说冠杰中国名啊，也光立起中国人，也不是台湾人。以前哦，你们现在新一代可能没有那么严重。我们以前连讲台湾这种移动比赛，所以才有表哥讲，哎，波金的名那种，连这种比赛讲这样，那我要可怜，对不？我讲过去我们几岁、四十岁以前的人是这么严重的，连台湾两个字一讲的就是台独，他都应该管，又要讲中华民国。啊，起码连中华民国人都没来讲我是台湾人。我也是新台湾人，对不？因为他知道那个掰不下去，连他自己都来被他逮。不好啦，列名都是中国台湾当局，跟他骗，你都是中国牌，骗不了。今晚我陪你，啊，我教会讲这存在感的时候，各冠一个名，这个名叫做龟啊名，咱拢知嘛，就中华民国王政府的名字。但是真侪台湾人到今晚连自己名都讲不出来。我在讲一个圣经故事了。今天礼拜天早上，哦，圣经故事啊，我不是牧师啊，也不是传道人，但是这个蛮有趣的，哦，跟我们现在的情况蛮接近的。有个地方叫格拉森，在犹太地区的，哦，啊，这个地方，哦，天然的石灰岩洞，酒会汤起咕咕，啊，因为水低了就一洞一洞的，啊，就会用来做这样做棺材，啊，拜就不用。弄棺材，人死了，火包包蛋来在做。啊，就刚才说的吼，故宫旁边一个大坟场，王阿哥啦。啊，你知影王阿哥死人侪，死人侪，什么侪？魔神那个侪。啊，魔神那个侪发生什么事情？鬼附身的事情。所以年轻人就被鬼附身，鬼刚魔紧杀，死鬼啊咧，用啊，用石头砍自己的身体啊，是不？啊，村子里面人讲，哦，这就麻烦咧，啊，我安尼啦，我替你阿爸爸点，该会出代志。啊，八无外久，突然又搁救回来，蹦一个迄铁链仔创下去，继续搁在走。啊，这时候耶稣来了，耶稣你们知道吼，啊，代表真理来到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鬼附身那些人，敲门跑进，讲，哦，永生上帝的儿子，我时间还袂到，你即摆倒来是啥意思？是准备叫我即下地狱哦？耶稣无甲伊提讲话，甲问伊一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啥名啊？啊，你知道这年轻人说什么？我直接论掉，论掉一下，他在跟魔鬼在斗争。结果呢，嘴巴跑出来一句话说：“我的名字叫群，一群的群啊。”哎，这话发声不是伊的，是一定鬼，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，鬼替他回答他的名字。鬼啊，爱家己被制掉的嘛，被控制住嘛，就是讲不出来的。这个鬼说：“我叫群。”耶稣说：“然后对这两个行不定了，离开。”哎，贵啊！讲阿彪叫阿你走一队，不安呢？那边有一群猪啦，我附到猪身上可不可以？有人说可以。啊，咚一下，一群两千个鬼就附到两千头猪上面，就猪被鬼附身之后，全部都冲到海里面淹死。啊，接下来呢，因为贵照一切恢复理智，啊，就把衣服穿回来，弄得干干净净。啊，感觉对，我今晚够我先来了。过去你问你讲台湾人，你到底什么人？你讲不出来啊！鬼啊替你回答啊！在台湾人身上附着了70年的中国鬼，叫我刮照。
台人现在在唱歌，就知道怕自己叫什么名字，真正的名字才跑出来。你恢复正常的身份，当你恢复真正的身份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这辈子为什么而活啊。过去在还不知道你是台湾人，进前的台湾人拢以为自己中华民国，还要赴中国死掉，还希望盖个中华民国旗。真惨哦，我来讲，真是可悲到极点。你台湾人看不清，连自己都不知道去死的人，实在是太可怜。所以你们都是幸福的人，你来讲讲真正的身份是什么？你起码在台西在讲讲讲，真正知道台湾人真正的身份是什么？你的名字叫什么？了解就是干你哦。但是你知影你名，下一步是什么？你真正的身世是王子的身世啊，哦，皇帝啊。单独有另外一件代志，这个字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叫做什么叫做 genocide 种族灭绝。在这个被贬低的过程当中哦，被中国人去要求的，大量的人口为难哦，他欢迎。外籍人士就进来跟台湾人混，他混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的台湾人的比例被稀释掉了，稀释掉之后，我台湾人，我台湾人的话，一都顺理成章变成我也是台湾人，爱就被他接受来个家庭。这个中国对西藏做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大量的中国人进到西藏，那个西藏接受的人个唔知影啦。所以西藏达赖喇嘛很细腻，好在抓紧西藏人遭印度的德兰萨拉，再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在印度德兰萨拉，还比我帮助他们，那土地他也出不起那个钱，他就是在做什么？做流种的工作，捞一进，他那地球老一点火，经电的西藏人就从地球上消失掉，没有种了，他那个字叫做种族灭绝。种族灭绝，台湾人会怎样？那我一台湾进了后头，那个后面的冷气是不够的，他把它换成那个，开始有那个湿的感觉。所以，西班牙国家法院19号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，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、前国务院总理李鹏这五个人发出逮捕令，那个厉害，理由是这五个人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，这将使得江泽民等人如果走访国外，可能遭到逮捕。中国官员则强硬回呛：“哪个国家受你指示，将是自取其辱，有胆就来吧。”中国一向这样子，啊，我后都在交易来了，你蛮好心，他违反基本的人权，种族灭绝。中国对西藏做什么事情？西藏是政治问题跟种族问题的混合体，企图用消灭种族的手段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。手段一，大量的外族移民进入西藏；手段二，掌握文化历史解释权；手段三，外族人加西藏人变成新西藏人。哎，这个你会觉得很熟悉，跟台湾对台一样，一模一样啊！美国对台湾做什么事情？美军用军舰将100多万的支那人送到福尔摩沙，福尔摩沙采用了支那人的观点，改称台湾，啊，掌握文化历史解释权，起码是中国人掌握台湾历史解释权呢、啊。透过教育各方面呢、啊，支那人叫福尔摩沙变成新台湾人，做了一个假的民主选举，看到吗？帮你解开来，你就要一清二楚。这个哈、哦，在1951年1月12号。1月12号这个日子好特别，在历史上发生了好多事情。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， 那个是叫做 Genocide， 这是犹太人在二战之后，几乎600万犹太人被杀，但人快消失掉了，所以他们对这种种族灭绝是非常愤慨的，非常要避免以后在地球上继续发生这种事情，所以他就弄了一个 Convention， 一个。会议，那这里面通过了什么 ？Article 2里面有讲，其中一个，因为太多了，比如说杀人不用讲了，怕大量把人口杀或者混走。最后一个 ，forcibly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， 基本上就是强迫一群的小孩子送给对方受教育。就台湾起码你那掏一代机，把给你抬，第二代给你去做兵，第三代给你两去受他的教育，三代啊，70年啊，让人无去啊。
这叫做种族灭绝 ，genocide。到尾啊，根本免安排，有甲你叫一个换掉，你闹甲你换掉就好。你要想我，你家己想过来，这个就是种族屠杀。如果台湾人对这个种族屠杀的定义不够清楚，上网自己去查，怎么保护你家己是什么人，这个很重要。美国也需要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刚才讲，美国下农药给人倒毒，抛嘛，啊来对起中国配方嘛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当我讲这个出来的时候，美国在听，那你一定要知道说发生什么事情。我没有跟你额外的要求，我们只希望说我们回复我们正常原来的身份，跟这种人走。你不要透过这种手段，把我时间丢在下等，我们连一种剩下的人都不够。接着说，啊，啊，当然啦，这句话是英国人更有感触。英国这个人叫什么 ？Winston Churchill， 对啊，人家这个名字，二战的时候，因为二战英国跟美国合作，吃了虽然说表面帮助美国帮助英国，可是英国人也吃了不少亏啦。所以他就讲一个亏美国人的话 ：You can always count on Americans to do the right things after they have tried everything else。你当然永远会知道美国会做对的事，但是你要等他做完所有不对的事情，最后总是会做对的决定。70年前发生一些事情，就把台湾给出卖，因为出现了中国某一位夫人跑到美国的国会，对美国国会演讲，造成很多的轰动，接下去就是台湾的梦夜的开始。说服美国人把台湾人当作中国人来处理，就是这样，违反战争法那时候都没有讨论的，人家看到他的风采的行动，爱的表爱台湾的丢过来了。不是的，我们被大清统治，但是大清之前我们根本就是不同的人种在上面住，大清统治也仅限于左半边，开拓几个地方，我们不是汉人，不是支那人，不是中国人，都完全不是。美国人当时对台湾的认知是无知到不行，被中国人骗到以为真的台湾界偷的，你看你丢过了吗？到现在维基百科写的台湾上面还讲到80%几是汉人，哪里来的汉人啊？我就跟你讲，没有汉人这回事啦，也没有中国人这种东西啦。有的话把 DNA， 美国你不是号称科技大国吗？那请问你把维基百科上面讲说85%汉人，这怎么定义的？先把汉人的协议 DNA 定义出来，再来把剩下所有人去 mapping， 去 match， 说他到底是不是汉人。阿里娜公会出来，黑宝宝小，不要拿来骗台湾人，不要拿来危机，中文危机真的是笑死了。中文危机还在做一件事，你说我们现在的总理蔡才文先生是脱离了民政府，已经上危机去看吗？啊，事实上不是啊，我们终于跑去打电话跟那个媒体记者抗议啊，到现在有没有改？没有改了，所以你还可以看中文危机吗？不对的新闻到现在还在报呢，还没有人把它拿走呢。某某传媒啊，那个记者的新闻到现在还没改，表面上说后来外改，到现在都没改。台湾到底有没有媒体自由？没有。有媒体自由，捞到台湾哪会知道有关台湾民政府所有消息？不需要通过这种繁复的、侧面的、隐喻的方式，把台湾民政府给出来好一孔。人家在国际社会上已经讲这么清楚的事情，为什么台湾要花这么多时间去了解？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公共媒体都还掌握在这一群中国台湾当局的手中，他企图继续在执行中国的任务，但是不要让台湾人知道。那就是起码媒体啊，所以台湾有没有民主？没有民主，因为占领者跟被占领两社会哪里来的民主？选什么总统？第二个，台湾有没有媒体自由？没有，因为所有有关台湾民政府的新闻消息都跑不出来，没办法。你看这些媒体不管怎么炒作，就停留在哪里？刑事责任、法律责任上面，从来没有跟你讲国际地位是什么。所以这一次不管什么事件的发生，
我都跟我们同心那些对外讲的人，我说你只要抓一个重点，透过这样的事件以后，大家怎样？台湾民政府就是台湾唯一合法的政府，这是国际认证，有 G7 认证。经过这样的事情，凸显一件事情：台湾民政府是正式代外当年进步，其中的理由，包括南海这个判案的结果，告诉你，基本上目前政府叫中国台湾当局，叫做 authority， 这个焦点不要失掉。第三个，中华民国所谓的中华民国这个系统，目前在美国是被告状态，台湾人都在怎样？很好啊，透过因为这样的事件，很多人上网数量要增加。前阵子洪素珠的案子，让台湾民政府的声名大噪。我记得那时候演讲没有，点阅率超过个百万，很好啊。可是没多久，这个案子小红笔一个乱来，啊，这么半位过来又来燃起来，很好啊，很好。就这时候顺便告诉来看的人，这三个重点：第一个，中华民国是被告。第二个，台湾民政府是唯一代表合法的政府，就这么清楚啊！这才是我们这整件事情的焦点跟主轴。阿贝雷利亚说：“那当然要看得懂。”哦，来，过来。那过去为什么会讲这么多有关于日本的历史？